通稿就会发手、谢谢耶、今天外面下着雨，但中午已经约了要去吃一间私厨料理，他是小龙师，今天就是来吃他的手做饭卷。除了饭卷，还有手卷与花寿司的选择，30元一卷。小龙师说他想存钱给爸爸买冰室。天才身边似乎总不缺仰慕的女性。专注，虽然才5岁，但小龙师已经有了直愣的专注。没错，这是毫无瑕疵的完美作品。小龙师今年5岁，所以我说那个酱汁呢？距离爸爸的冰室又靠近了，大概240元吧。